开咧叫杯，开杯，系啦。但系开杯之前咧，你手定住条丝，定住佢啫，即系开咁咪先唔会跌咯。掉佢出去，然后松只手，同步松手。我只虾喺你头顶飞过，好惊啊！你试下虾到我个头，我唔放过你啊，Jessica。冇鱼喎，开咗呢嚿嘢先，个杯。同喺前面放有咩分別？有啊！哇，嗰條魚毛啊！啊！我倒瀉曬啊！倒瀉龍蝦！哇哇哇！好驚啊！呢個人，我叫你揈翻落自己度啊！好驚啊！哇！等我试下先，等一定丢虾落去啊！识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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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啊！佢咪食饱咗啦！咁多壁画冇理由唔系壁画村啦、啊。其实呢个壁画村咧，就系呢啲居民自发整出嚟嘅。咁、当中有一啲佢哋想带出嘅信息啦。咁咧。其实头先啱入去条路系唔啱嘅，佢地下有画啫，但佢唔系壁画村。认住呢啲，一、二、三。柜喎、啊，咦，系、啊，哎，我望下个雪柜先，系咪真系开得噶？情深留言，情深留言雪柜 ，Sweetheart Post Fridge 睇下先。哇，有情喎、啊！我下面一格唔够胆开 ，sorry。佢成家都喺下面啊！我哋而家个下载池，佳谷树下附近，加油，量力而为，出发 ，Go！ 哇，正喎，食嘢先，真系嘛？而家食嘛？食啊食啊食啊食！哇，快啲食嘢！都話行山唔可以咁樣噶啦，食豆腐花啊！諗住俾啲音樂大家聽，但其實係噪音。每一步啊，踏落去都係充滿住豪殼，佢唔係一個平地啊。真的好大啊！收到就呢只，系啊，因为其他嗰啲系咁细个啊。我见到啲啱啱嘅意义啦，你睇下，哦系喎，夸张啊！即系咧，原来佢哋有机会系搵到咁大只蚝噶。唔系啊，佢个壳咁大的，即系上面真系咁细。系啊，嗰块肉系得咁细噶咋？应该啲内脏嚟啊。系啊，应该好细粒肉系。红啡啊！几时执噶呢个蚝系？头先咧，头先执噶。佢几点系水退噶？十二点开始啊。嗯。
通常針住呢啲蠔殼，你哋唔係呢啲蠔，你哋係會有啲咩用噶？煎蠔餅，哦，自己食嘅，係啊，蠔仔粥。會唔會整蠔仔粥啊？最中意隨你中意啊！咁啱整唔整啊？你喺邊度住啊？過嚟黐餐啊！咁我就你而家呢一桶啦，你整咗幾多塊蠔餅啊？呢個係啊，一塊到咋？一塊到咋？我真材實料喎，咁係咯。我放啲芫茜葱啊啲啊，俾啲薯粉啊啲啊。好多沙嘅喎，會唔會啊？所以係洗蠔就最難洗啊。係咯。我洗蠔最難洗。好難洗啊！村口，村口位置兜个圈，我哋又去呢个客家村。系嗱，呢一条村咧，啱啱个哥哥讲就应该系姓张嘅朋友仔咧，都住喺呢一度嘅。佢出入都系靠搭船嘅，原来系啊，因为咧，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，佢哋出入咁啊，要有攀山涉水先出到去咧？唔系嘅，佢哋有船去走嘅，咁同埋佢哋有禁区纸噶嘛，咁所以佢哋喺沙头角嗰边咧就可以出到去噶啦，其实。